闲的吗？野餐呢？不行，高兴过了头，差点把神子交代的事情给忘了。走吧。对啊。他六爷是不是喜欢他？不是。这个把他分给我收了。就跟他打架啦，我也要玩啦。可以去吗？下面还有。你为了转方向，你等一下转方向。OK 了，这么简单。不要每次都这样子。我不太会用。我按 R 一下。A 啦。好啦好啦。啊！你要打，那就再换几个。先把那个往后，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先打一个。好，可以，再往后，往前一点。什么意思？好，可以，再往后。好，可以。啊！这根本不会打。神奇的写的比较多。天。把这个排起来，前面那个排起来。就打爆他们呐！嘿，嘿，天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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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还乱排哎！还是你吃力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没准到。快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赶快。啊！干嘛？我在排。这样。啊！怎么只有一个行动？枪。啊！来，直接防御就好了。枪。我要学一下左边和右边。还有声音，枪没了，死敌，我是宝，130，嘟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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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给我爆出一个惊喜来哦！敲树，等一下啦！敲树，算点那个而已啦。走了。嗨，马里奥早安！我们委员到而来是为了朝拜我们慢慢龟的英雄。慢慢龟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。不好了！哎、欸，不好了！哎、欸，这不是慢慢龟的跑快？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哎、欸，我看到车库了。哎、欸，情况什么不好了吗？难道我们孩子是不好了？啥啦？啥？我
玩你了。哎、欸，不好了，跟他们走，跟他们走。他们去叫他们去帮他。那是基地，闹事是基地。这好多洞，可以有一次跳下去。等一下，先记录，先记录。等一下。他说不好了，伟大的地神子居住的地方入口大门被关上了。地神子居住的地方。哎、欸，要打架了！不要，我要打死他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讲。要帮他。如果不装上五颗神圣的乌龟球球，入口大门是打不开的。五颗神圣的乌龟球球，而那个球竟然有四颗都不见。哎、欸，不要按那么快，我看不到。但是我们上场打架根本就束手无策，毕竟我们是慢慢龟。哎、欸，讲完你再按，听到吗？你听到吗？给我要打架。先去记录，记录完再打架。先去记录。打。哎、欸，探险家哎、欸。开心动心，深得你心，要不要来买些饰品啊？好，买买看。好啊。我平时在奇诺比奥镇做买卖，等你回来时一定要来看看哦。哦，这是视频的那个，上面那个。打爆啊！打爆啊！先打爆啊！先去打。钱刚刚钱在补啊。上面还有啊。啊，那个要怎么上去？上面那一个，知道。好了。OK。Oh my god！ 我知道要怎么上去。跳下去！哎哎哎，下来了！你那个钱我不是。哎、欸，知道。哎、欸，3000-9000多哎、欸。敲！这么狭窄，哈哈，敲到了。这样你就该知道，马里奥总觉得好像比平常更加时髦，而且帅气呢。为什么？难不成你身上佩戴饰品吗？没有啊。有啊，你竟然知道打开加选单来佩戴饰品，这不愧是马里奥嘞！有时候你身上有饰品吗？有吗？当然有啊！你拿一个那巴拉给我们吃。什么巴拉？前面那一个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去跟他。你也吃一个。嗯，当然可以。我要去打架。好，不要按太快了。啊，开始了。办法啊，就只能那样啊。先看好，先不要按哦。如果看好 ，Oh my god！ 先不要按。阿叔，玛丽，我问你哦，你会不会觉得制作圆环的操作圆环的时间不太够呢？那不够啊！其实只要按加，就能把身上金币转换成剩余时间的需要，对不对？加按的越久，时间增加越多，那你会消费很多的金币的样子哦。所以小心不要用的太超过时间或金钱啊！我想按一次哎，不要浪费钱。等一下，赶快选，一排把往前。好，这个最那一只把往后，那最左边那一只。顺利只差地神子一点点而已哦，先吃一吃，慢慢，可是剩下的四颗乌龟球球还是不知道被带到哪去了，伤脑筋啊，伤脑筋。
他妹妹居然把那么重要球球给带走，侄子兵也太过分了。不过总觉得乌龟球球应该不在这附近。还有贝德过哎，真的、哦？妹妹啦，他没有，没有白白。先加个鞋好不好？妹妹哈，先加个鞋嘛。哇，儿童椅回满了，气死我！没有，看就知道。调查 A， 去调查 A， 去调查，去调查。你为什么不去调查？等一下 ，A 呀 ，A。等一下哦，请选择道具，有一个在红砖仓库找到的缸。哎，对啊，就是用这个。挑起下水道的孔盖。A。这个应该装不上去。谁说的？有可能穿得上去 啊！他说的，然后呢？再按 A。现在还没有了，推出来没有？按 B。他要去收集四个乌龟球球。按 B。B 吧。走吧。好，先去找。哎，会不会是？等，这个给我一下。会不会是上面那个东西？等一下，就他妈的你哦！就他妈的。好吧，不行啊，那操作有问题呀、啊！等一下，那你啊，不行不行，那样子不行，这样子。要干嘛？看，哎，为什么是？打，不行，这个洞不行。应该可以上去吧？上不去、欸，动不看，没发现我，都没发现我在那假的。干嘛啦？我没有看到去。我跳不过去哎、欸。上去干嘛？上去干嘛？我要去找。我要是踩到。折纸兵，这么可爱的房子竟然被神子胶带给缠住了，救他们！看来里面的人一定也觉得很困扰。为可爱小屋里面的人，空的人，帮我们解决神子胶带之后再来拜访你。那之前你要加油哦。好了，好了，要屋子的你的人也能暂时的安心了哦。放心啦。什么我们解决啊？哎呀，怎么没发现我？哈、啊、哈。啊我就把他踢走过来哦，是，他多吧，而且还是气的，这么多。先想好，好，赶快，先往右。哎，为什么是这个？往左，快点。好，最外边，最外面那个，最外面，好，先到一排，往左，啊，快，再一点，再过去，往右。啊！这样子打不着的。不打。这是之前打。七。咚。哦，他没有要用奶手。还好，二滴耶。一滴可以啊 ，A 就是防御。哇，他们扣的都怎么这么好啊？哦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按不了？赶快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转不了？在干嘛？你用圆的，你用这干嘛？哦，是用圆的。快点！跳这么远，现在行动，跳进来。
Oh my god!
你有你曾经帮助过奇洛比亚，好像说要支援什么的。才不要！我记得是如果给他们基地，有的人就会发生好事一样。要吗？不要了。要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如果有多一金币，要不要试着长按一次 Y 看看呢？你看看。Y。好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多钱？啊！太弱吧！浪费钱。然后排下去干嘛？好。哎，这个操作简单。300多块了，哇，好强哦！哇，11又没了，哇，150个金币，100个金币，上车，先给妹妹了。回去那边拿、啊、回去。先往上走，不要一直回去。我在那边买。上面，往上，那边那个路，往路那边走。哦。你就是硬要过去哦。那你就去过关卡，那干嘛？就是买东西，然后再过来啊，不会哦。他就有，你要去找水管，你在那边。红色纸胶带，好高哦，居然藏在那么高的地方。直接爬上去就好了啦。我看到缆车才行吗？这下可麻烦了。你没看过吗？如果只气了，拜托你努力爬山的，哪边有水管啊？我刚有看到那个。他刚才说水管在这里还是在下面？不在这里就对了。哎，那个是新怪物哎！先不要过去，先不要过去，妹妹先不要过去。你过去就会跟他打。妹妹先不要过去，人家打了。A 先不要过去 ，A 跳。这个给我。这先给我。给我。蝗虫哎，好酷哦！不要打他哦。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奇洛比亚啊，跳他。给我了，我的。要慢慢走。嘿嘿，你是奇洛比亚，我感谢你，我一直跳来跳去，跳得我腿都肿。啊，其他那些蝗虫应该不用打。打了，应该也是了。德子飞，哎，哇，逃！它是有翅膀的，翅膀赶快，等等，停停，不要不要出声。啊，等到了，哈哈。爸，我会飞。哎，这个很难呢。这个先往前，快点。哎，不是哎。这三个往变成往前一格，三个往前一格。哎，我不会。三个往前一格，好一格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赶快换位置。这个往前拉，那两个都往前拉，好，往前拉。好，好了，再回来，再往前再一个，好。OK， 注意啦。来，哎，他们变成一般形态了，哎，死了，可是他还有一边呢，嘿，哦哟，很多血呢。不要啊！不得！干嘛？赶快啊！哎 ，OK。快完蛋了。要被打爆！哎呦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要先补血。
打都没血。哇，一万多个金币耶！我先要买东西，先是新东西。先补血，在干嘛？下面有光吗？啊啊，赶快走哦！干嘛？你刚过去，回来。等一下，我过不去，我走不了。给我。我走不了。给我。OK， 我跟他们讲话就没事。如果没有急事要办，就听咱说两句吧。好啊，是啊。等一下。还在吃，先去赚钱。干嘛？哦，我知道。不是啊，不是要这个啦。来个车换。哎，好，给我啦。给我啦，我会啦。Oh my god！ 哇塞，那么好抗打哦。好的呢，要不要去打呢？啊？就是要先用敲的，把一个往后排，那个排到第二个。哦，完蛋了！哎，不能跳吧？不能跳！要把它拍成一排的，你跳的。哎呦！把它拍第二个，好，往前一个。嘿，先排到后面，好，往前一个，然后用敲的。好。直线，换直线，快点，换直线，换直线，这样。好。赶快下一个，换直线，往前。这是什么啦？好，可以先这样。哦。用敲的。这什么啊？八，好了，没了，剩一个。不这样用敲的。哦，还好。用敲的。怎么都要用敲的，好气哦！虫，等一下，完蛋了！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个？可以打吧？你看，奇诺，有你。是不是想要先帮你啊？看见？打开说明就可以查基本的冒险说明，按下键可以知道基本的冒险。好，我按按看好不好？什么？驾驭操作。你按掉我去打不要把你去过任务啊，我不知道任务是什么，那你先把那只打死啊，欸，这个先救啊，不是我，他现在他让我那前往光景塔就是了，条路关上那个补一补啦，没掉下用补一补，那问号跳一跳，前方是观景塔，顺着上去就可以看到这一带了。哦，我看到那个水管在那里。为了告诉你这件事，哦，对啊，那你要知道打算。就是我。小薇一直在这里等你。
到时候就从这个隧道飞回去。Oh my god！ 完蛋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过去。哇塞，他还跳下来。到浮屏，那你可以不要打他，到后。好。到浮屏上去。到浮屏。啊！完蛋了，我不知道。来呀、啊、来！不要，等下又被他弄到。啊！完蛋了，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要跟他绕迷宫。我收到，要啊！要不要跟他？啊！是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位胡子大哥，你运气真好，今天商品是非常的棒的哦。啊？过来，这个跟那些随处可见的球球不一样，这颗是颗非常罕见的奇迹球球，其中的一颗球。我把冷气关一下。哟，等一下啊、哦！拿什么？哦，是乌龟球球，好想要，好想要，好想要哦！那我买啊！哎呀，各位的眼光真好，简直就是一流的啊！错过这次机会，就再也买不到喽。我买啊！先买啊！好，今天就算你促销价一万金币不找零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下手？不要，太贵了吧！买不起，买不起什么？啊，一万金币？太贵了吧！20,000,000，你看好够？不要、哦，你不要乱买哦！不要乱买哦！哎呀，你不买啊，真是遗憾呐、啊！我们等，等下过任务打就好了，还花那么多钱买？按掉吧。不过难得咱俩今日有缘，为了感谢奇迹让咱们相遇，希望你一定要买下，它会打折吧？这颗圆圆的球就像宝玉一样，看起来就像是重要道具，不买是莫大的损失啊！阿罗哈。那再给你个厂商价吧，现在特别算你5,000金币，好了，快买一下吧。但还是好贵啊，突然变半价，它还再便宜啦，再便宜不买。哎呀，真是意外，胡子那么茂密，看不出来你钱管得挺牢的嘛。看样子客人不是一个软柿子。那就给你个无人能比、超级无敌霹雳崩盘价吧。多少钱？这颗球不仅散发着神圣的气息，上头还有非常漂亮的神秘图腾，就算3,000金币怎么样？要是我有多点金币，3,000真是太划算了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买了，买吧。来，明谢惠顾，那就卖你3,000金币喽。是不是还可以再便宜啊？绿色的乌龟球球，好，算可以了。叫神秘叫卖商买卖神秘，拿到第一颗第十子的乌龟球球了。上去跟那个跟他们讲话哈，被买走了，嗯，按吧。上去那个，上去跟他讲话，你绕过去就好，跳过去。太故意让我们踩呀！你至少踢到他。好，算好算好。哇塞！先移一个，先往左边移一个，再移。OK。好。啊，这个往后往前移。啊，这个。好。没关系，先打左边那个。左边用敲的。嗯。这比较划算呢。这个吗？我怎么行？再打他一次，黑盒，黑猴，哇，12，全12，好多、哦，黑猴，哦，粘在一起耶，哦，连9滴，还好，生气了，幸好只是9滴，还转过去就好了。不是的，转过去就好了。圆的转过去就好了，换圆的，快点！为什么要换圆的？换圆的转过去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快点，再一个，好，转过去，好了。哼，可以用踩的哦。啊，踩的。你要不要按 R 道具啊？按道具干嘛？踩啊！踩 R 道具那个铁的比较强。不用了，踩了。好。
你省一点，人家可能会打王什么。你看他们都不错，只剩一只哎，搞什么鬼啊？摔倒，太弱了吧！我要锤。黑猴。哥，滴滴狂黑。哇塞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上面先往右边，好，往右边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一格往，没啊，一格往后面，什么意思？随便一格往后面，那一个左边往后面，左边变成直的，直的，赶快变直的，直线，好，往后，往后一格，上左边那个，什么意思？我说一格的往后一格，好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要先算啊！你先算嘛，你又不算。正方形先打。再正方形把它打死。可以打吗？可以啊。他不给我挡啦、太早按了啦，靠近你再打，本来就可以按啊，把它改到第三格去，直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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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，你在干嘛？直线直线，好，第三格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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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到了，好，第三格，好，这样这一格转，你又回来干嘛？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转不了啊。全部跌倒，把它用到最后一格，这个直线，一个人的最后一格，再一个，再两个，再一个，好，转过去，变圆的，好，变圆的，变圆的，转成圆的，你就转这个，赶快先，按针，按夹，按夹，夹夹，按夹木，来不及了，不要按掉。好，先踩一边的哈。跌倒！为什么要跌倒？一点。怎么变直线了、直行道。直线怎么变的？这样子也用锤头打吧。直线怎么变啊？圆跟直线。十二。妈擦屁股。我两个直接打爆了。先补血，先补血，不然打下去不够那个。等一下去买香菇，先把石头打一打。水管红红亮亮，少见。等一下可以直接飞回去吧？他说这个可以飞回城镇。先把那个打掉。等一下先打掉，先赚一下钱。啊？为什么我有心？赶快，所以我才说打一打。石头打一打，那个补一补，钱赚一赚，等下回去那个。还行哎。那个洞补一补，洞补一补，洞补一补。那边呢？去赚一点钱，等下回去买东西。这一块。我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让他发现。好。洞补一补。上面可以过去吗？可以啊。那个洞，先不要过去。哦，又是这个。啊！去打他。
引他过来就好了。过去啊，引他过来，再往回跑，啊，往回跑。哦，那我错了，啊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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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。哎呦，打他弟弟啊！我打，打，打。你不要靠近，再去打。好，去打屁屁。OK， 投降后。引过来，引过来。哇，得到，得到，又死，又死。你不要靠太近。上去打。不要靠太近，过去就好，先引过来。去吧，去。洞先补一补。好。等下再过来。进入四。